各位，我这一季一定会上 S 牌，你们相不相信我？快点订阅、按赞我，分享开始。什么不相信？你们要相信我的实力，好不好？相信我的实力，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。我是打野专家，好不好？开场我们就先用个佛人开场好了。什么你好烂，我超猛，什么我好烂，不要乱讲话，给你们看看我帅气的脸庞。你不是啊，那悟空是怎样啊？那是没看到我选打野了是吗？哎，抢野怪没关系，这个我最厉害了，我们就跟他去抢。这个大家一样，这是小教学，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，我应该不用再跟你们讲。那个打一下弄来草丛，但是悟空，这悟空想怎样啊？悟空，走开啦！什么八五七战神？抢到了，抢到了！再见，臭猴子！抢打野低端，什么？什么低段？他直接给我挂机了啦！你先跟我抢的，我先抢到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认真打。你挂机就挂机，第一场就给我挂机，是在惹我是吗？我们等个夸克，过去送头。直播到几点不知道看我的体力如何。等一下可能手机又要充电了。来来来。什么声音？有人叫我有人叫我等一下哦，能不能大声一点？你干嘛？你叫我干嘛？谁叫我？我是真人，把我记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你粉丝。可是你是哪一个？德。啊？赖风花德。算了，我们不要理他，我们专心打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第一个杀到井了，我们杀到井了。刚刚那个小粉丝，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。哎呀，悟空，你就乖乖去打中路就好了，把打野装卖掉。爽！靠背。怎么高狼 buff 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第一局一定要赢啊！这是我们赛季刚开始哎。那个螃蟹是什么？不是啊，这边为什么会有一只螃蟹啊？完了，下面应该爆掉了。不过去了，不过去了。大家早安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看你们聊天室哦。我现在认真打，等一下哦。我们这边的刚刚挂机。没有勾到哥德，干嘛？好，失误，失误，失误。这画质是，这画质你们可能要自己调高一点。刚刚失误了，好不好？刚刚悟空一直送头啊，这样很难打哎。可惜，太可惜，真的很可惜，刚刚差一点。没关系，我们农文经济好了。等我，等我。对，我救你，赞呐、啊！这佛人也蛮牛逼的。银咒克制悟空，但是要我先勾到才有办法克制到。哎呦，这维拉！所以哦，看一下他们会打，会不会打个魔龙？哦，大家早安。刚刚凡恩会不会直接死掉了？靠背。这个佛尔也在嚣张了，哎鸟喂，他们之间吵架，那八七是怎样？不要吵架，我们打游戏开心就好，对不对？这悟空到底是想怎样啊？他们一直跟着我吸我的经验，算了，
他死了。完了，他们那边吵架。啊，这悟空，你看一下051抢打野，抢打野就算了，那还在那边一直送头。哦，差点被勾过去，我就要死了。佛若伦呐，不要再继续待在那边了。哦，这个勾掉不掉？碎了！哦，哇哦！好，这一波赢了，这一波大赢特赢。这悟空等下应该会过来，他等下应该会过来吃的。哦，靠北，刚没勾到，不然他要挂算了。悟空就是那个粉丝嘛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知道他一直在乱，他在乱敲。你看又要抢，什么都要抢，不要管了，现在认真打。哦，等一下怎么办？那悟空是真的是粉丝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把这个推一推。啊，靠北。啊！来不及了！啊！啊！刚刚我以为那个是我们的悟空，好不好？那悟空就是不知道在软小的臭猴子。哦，刚刚差点就赢了。哦，聊天室还在吗？刚刚差点就赢，差点就赢了，好不好？刚刚是一个小失误，不然我们就赢了。这是我们新赛季，我们应该第一场一定要赢，一赢就是好的开始。加油，可以！哦，哎，刚周一波那个，周一波刚那个打的，干，那一波是蛮猛的。虽然现在的金牌，哎，我们第一。第一大题，有没有看到排位首战第一还是 MVP？ 哎、欸，你们刚刚看到了吧？刚刚那个，哇、哦！